哎，佩比，实业的合成计划做好了吗？副厂，我正在努力。好，加油哦。好，好。这是我第一次做合成计划，我要好好努力。佩比，实业合成计划到底做好了没？报告副厂，我还在努力。无论如何，今天一定要做好。嗯，好的，好。真的是运气太好了，那等一下会有一位学生，麻烦他帮我载回新竹。哦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麻烦你了，谢谢。经理，麻烦你了，这位学生，他回新竹，那搭你的电车回去了。哦，没问题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好，就是公司帮你准备的便当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永丰化学真的很照顾人啊，又有便当吃，又有爱心专车，真希望也可以在这样的幸福企业上班。欢迎加入永丰化学。